我想知道啊，你们三个人里边，他们俩刚刚说了火爆脾气啊，你跟他们俩吵过吗？哎呦，周群，他没有，他那时候就是会哭。对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周群啊，不，周群是跟谁都没吵过。嗯，哎，周群永远都是那种林黛玉的。嗯，没有没有，真不是啊。其实我真不是，我挺有个性的，但是好像新月我们没吵过架，你们没吵，没吵过，咱们没吵。李黎跟吵过，李黎也没跟他吵，没有没有。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，当时是他一踢凳子，然后我哭去了，完了他在那哭，在那个化妆间里吵起来了，把我吓着了，我没见过这阵势，我说俩北京来的大腕儿吵起来，一会儿再打起来，伤及无辜是吗？什么人？我跟周群始终都是很有那种女性的柔情，是她其实很有个性，是，但她接人待物啊，都是就跟她说话一样，南方女孩特别清楚，对，不像我们北方女孩一出去人就是认为是汉子，对，嗯，你看她，我告诉你，她要不是当时因为她先结婚了，你等着看吧，演艺圈不用我跟她吵绯闻，嗯，周群是吧？我也不能跟她吵绯闻，你呀，跟我呀，对，吵不了，我老实讲，真不是我看上的那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看上就好了，我就放过他了。你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就你比他俩都小一点是吧？其实我比新月大，对，我比新月大。哦，你比新月大，我看起来比较成熟，比他小，他比我们大一些，丁哥，对。